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这段时间，我们透过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个真实的记录，彼得、约翰奉耶稣的名使一个瘸腿的人站起来，这叫做神迹，那是神的作为。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提到说，他需要的真的不是只是有一个人在旁边劝他说站起来站起来，我告诉你站起来，你应该站起来， 你不站起来会很惨，我跟你分析一下为什么要站起来。他需要的不是这些，他需要的是力量，他需要的是改变，他需要的不是劝我，而是让我有一个改变的力量，一个新的生命。圣经上耶稣说，他说他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着更丰盛生命，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有力量的生命。什么样的生命呢？你说我本来就活着，我就是有生命啊。但是那个生命不只是外面的，是一个里面真实的，带着能力带来改变的生命。小的时候哈，我自己很喜欢玩一种东西叫蝉，知了。那夏天在树上就吱吱吱这样叫。后来我有孩子了，有一次那个奶弟小的时候，我带他出去，因为台北，我在台北出生长大，这里都是都市，所以他也是个都市长大的孩子。我就带他到一个比较乡村的一个学校里面去，在那个学校里面让他可以跑啊玩啊。哎，他就听到那个树上有吱吱吱那个知鸟，夏天嘛，知鸟叫的声音，他就跟我说：“爸，那什么？”我觉得那是蝉啊。我就说：“爸爸，小的时候你知道，做爸爸都爱吹牛。”我就跟他讲说：“我小的时候怎么样，咻就爬上去了，就抓到那个蝉。其实我身体很烂的，根本爬不上去。”那我在讲的眉飞色舞的时候，他就这样看着我，很崇拜的说：“哇，爸，你好厉害啊！爸，那你现在抓上去帮我抓一只。”我想说惨了，怎么办呢？吹牛现在要泄底了。我跟他说：“你去那边玩，爸爸你去，爸爸帮你到学校里面去看看哪里比较合适。”其实我就满那个学校找啊，看有没有掉下来的那个蝉，结果还真找到了，不是蝉，是蝉的壳。那个蝉的壳，那个蝉的壳叫做蝉蜕，那个中药里面叫蝉，就是蝉的那个，因为蝉会脱壳，金蝉脱壳，脱壳之后那个壳看起来跟蝉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啊。那我就说啊，没关系啊。我弟说：“弟，我跟你讲，爸爸找到了，你看这个，你看哦，这个蝉它会飞，会跳，会叫，会什么？”我就拿给他玩，他就在手上很快乐，因为看起来跟蝉一模一样嘛，就玩。玩不到两分钟，他就转过来说：“爸，你骗我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说：“爸，你说蝉会飞，这只不会飞啊；蝉会跳，这只不会跳；蝉会叫，这只也不会叫，为什么？”它看起来跟蝉一模一样，它缺的是里面的生命。蝉蜕，蝉的壳有蝉的样子，但它里面没有那个使它可以会飞，使它可以会跳，使它可以叫的那个生命。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，一个让你不是什么都知道，看起来好好的一个人，就像那个瘸腿的人看起来是一个好好的人，他就是站不起来。他要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行善巨恶都有能力，这是主要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。有生命就有力量，你需不需要这样的生命？鼓励你走进教会，走进教堂。今年的圣诞节，祝福你，耶稣基督带着新生命降生在你的生命里。人们全在寻找真爱，虚假谎言遮蔽双眼，让我们无法看见，直到你拯救我，你引导我，我就成为寻找的人。你的光就离开，因你的爱。
新的生命，从过去现在到未来，只要你的光与我同在，释迦上的爱一生永不离开。释迦上的爱，一生永不离开。